马龙968平替，相似度可达 97% 以上。马龙968同款结构的，马龙的那款968结构的板子很贵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这款板子它出来的时候没有那么贵的，只是我们人为的去推高，把这个价格炒。因为马龙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，我做这个板子的时候，我看别人老是喜欢打这款板子这么贵，好不好打呢？我就想研究一款跟它一样的，性能一样的，用的材料都是一样的，内置碳纤维结构。2020年的时候我再去搞的，现在已经推出来4年了。面材用的是淋巴，立材用的是阿油丝，第三层用的是黄方碳，大纤丝用的是阿油丝。可以说这个板子跟那个板子它的效果是一样的，没有多大的区别。大家可以听一下啊，很透，非常透，它是内置碳纤维的。来，这个是88克左右横板，直板是83克左右。这个板子你可以板板打透，你看我的手这么小，握起来很舒服。